是拉瓜地。对，拉瓜地。拉瓜地机场，来瓜拉瓜机场啊，即系内陆机比较多。拉瓜地。而家要赶翻翻去沿途，呢个系 BQE 啊，嗬 ？BQE 啊，系咪 ？Brooklyn Queens Expressway， 迟啲喺东面咧会开一条线，即系迟啲即系十年后啊，十年后会开一条线，咁咧就啲交通冇咁塞噶啦。而家一条路咧都系去由皇后区，皇后区去布罗伦啊。所以就比較濕嘅，咁我希望今日唔好咁濕啦，趕住走啊！因為個天色咧就好似好翻啲，唔係即係有啲藍色，又冇落雨咁，算好啦。依個都係 Laguardia 啊，拉瓜地亞機場啊，係咯，內陸機為主咯。咁啊都好方便嘅，咁佢有個會展嘅，咁我有時去個會展中心啊。而家天氣都即係凍，今日天氣都係凍。嗱，上面係94 Street 去 Terminal 82街喎。望下呢邊，望下呢邊嘅屋仔。呢邊屋好近啲高速公路，即係細細間咁啊。个天 OK 啦，终于出云彩啊！哦，冇咁黑啦，终于几好，生日啦！生日之后天气都几好喎。嗱，嗰边望过去，咁多高耸入云嘅建筑物就系曼哈顿咯。而家嗰啲即系几条擎柱啊，1、2、3、4、5啊，最高嗰啲见到啦。见唔到啦，因为呢度呢个位置。喂。啊，欣赏下呢一个密云之后嘅天空，得一只雀仔嘅，其他都去晒边。Home Depot 啊，都唔係好塞車啫。啊，呢度啲墳場，嗰邊塞車啲啊！哇！呢間屋呢啲好嘈嘅，因為高速公路旁邊啊。
韓國地名就是我呢個墳場咯，好大喎！韓國地名嗰個曼哈頓，桥叫什么名字？叫日本桥。哦，日本桥。嗯，日本桥。英文是，我忘了。日本桥啊，去行嘅。日本。呀，佢有个简称嘅啫。哦 ，Korosuke Bridge， 佢因为再整过嘅啦，呢个。哇，佢已经系维修咗。呢个望过去就系曼哈顿。好漂亮啊，有條小河仔。Street Williamsburg 啦，呢度呢度系阿布洛林 Williamsburg。
哇，好多 cemetery。哇，呢啲好舊啊！呢啲屋好舊。好舊。哇，好好懷舊。系咪啊？几有型，好有型啊！你听得懂吗？有型啊！我听不大懂，不大懂我就点头。啊，你说好，嗯。可能有一百年历史了吧？那肯定的哟。应该有一百年。哎呀，哇！好漂亮，以前的都是好漂亮的。这尤其是在曼哈顿，哇，这个不行了吧？哇，这个太旧了，快要倒了，那对，退落。嗯，那现在中国现在房子多好啊，都是高楼大厦，对哦，用那个用的，美国这房子不行。哎，所以有一些人来了就走了。我以前很多人走啊，我以前也是有朋友在哭啊，他说哎呀，我以前在中国不用工作，我现在还有工作，每一天都哭。对呀、啊、对，我说你要回去吗？不可能啊，美国就是什么好，就是一点生活比较好，穷人也是这么过，富人也是这么过。你是在，你说在这里还是在中国？在这里，美国啊，在美国。就吃东西什么嘛，不是物价不是那么高嘛。现在价钱很贵，现在是高度了，以前现在好贵啊。对，算是还好啦。哎 ，Brooklyn Navy Yard 啊，呢度，咦，你说这个 Brooklyn Navy Yard 是好像是给那个露宿者啊 ，asylum 啊，露宿者啊，那移民。移民。对，哪一些移民到墨西哥来的？哦，塞到这里面。对，好像他们都有。给他们住在这样的，就好像是酒店啊，他们就是买酒店给他住。哦、酒店对，可能这个也是。嗯、我想这个 Navy。你是在纽约啊？都是很多人都想来啊。政府好嘛，都是派钱呢、啊。拿去派钱，好的不得了，拿选票嘛。你喜欢待美国吗？我喜欢啊。喜欢啊。嗯，已经生活习惯了。习惯了，就是在香港来的嘛。在香港来没有分别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比香港好多了，香港的房子住的太小了，又窄。香港吃的很好，吃的很好，朋友很好。那你是有钱人，没钱人就说不好。我想有钱，我朋友很多，朋友很好，人很好，很对，同学对，就是特别啦。嗯哼，在这里也有，可是不一样嘛，那个是，都是不这，可是新冠了的时候在美国就好了。新冠的时候你来了没有？新冠我都来二十几年了。啊、哦、对你就知道了哈，都是好的不得了哈、什么也给，什么也照顾，就不用怕看医生，不用钱，就是对于人的安心很多。嗯，对，我在香港的朋友就困难了，我香港的朋友就哎，我就怎么说呢，这个高楼啊，这算什么高楼？哎，很高啊！中城那边多的是，这个很小的高楼。这以前是什么？姐妹大厦那边。嗯，好漂亮啊！哇，这个布鲁克林一边的也是很漂亮啊。这有什么漂亮？有很多啊，在海边啊，海边哪一些都是很漂亮的。控现在控制，这一是不太
漂亮，就是在河边。嗯哼，这都哦，政府楼当然政府楼不差啊。这些都是政府政府楼很好啊。今日星期日，啲人啊跑下步，冇乜人咁样喎。呢个布洛伦啦，过咗呢一个嘅啊，喺皇后区同埋布洛伦嗰条桥啊。而家喺呢度过去曼哈顿，而家紧过曼哈顿桥，仲有几多啊？转到头晕啦，唔知去边啦。咁喺嗰边过嚟就30蚊，跟住俾啲花你咁40蚊。去咗边？我哋都未过桥。我们过这个桥叫什么名字？这是布伦大桥啊。哦，个布伦大桥。Uh-huh. 好像是塞切嘛。隔壁那个是曼哈顿大桥嘛，我们走布伦大桥。Brooklyn Bridge。好，我们就过这个布洛伦大桥，今次就唔行啦。我真的好似冇，你觉得是没有人啦、啊？还没到啊？对，我说觉得你好像是一路上都是没有什么人、啊，你可以感觉吗？疫情期间哪里有什么人？那个过了、啊，你看到一个人都没有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在唐人街。回家过年之后，11点钟，我真的没人了，没一个人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真的不是开玩笑，一个人没有。我说怎么搞？好像是 pandemic 那一个时候。然后有一天就一点钟就也是没有人，嗯，当然没有人，可是11点钟没有人就奇怪了嘛，奇怪，哇，那个好靓啊，哇，我看到个大一个 building 了，你看这不就有人了？啊，这个有人了，啊，这个有人了，过桥就有人了，呀，晚上的时候就没有人了，哇，咁多人嘅，哇，咁多人过桥啊，喂，喂，睇景啊，啊，我哋就揸车过，啊，呢、这个靓啊，呢个哇，呢、这个 iconic 啊，呢、这个系将会系布洛伦啊，诶，帆船楼啊，唔系好多层嘅咋。呢、这个60 Water 街，隔篱就曼哈顿大桥。咁啊，夏天嘅时候就会再搭翻啲船仔过呢度个公园啦。而家冻啊嘛，今日都好冻啊。今天我觉得还是比较难，对吗？不比昨天。